徐若瑄秀钢铁妈咪魂，人生最疯狂是这桩。女星徐若瑄去年八月生下儿子 Delton， 踏入幸福人母阶段，但她怀孕过程让人看得胆战心惊，不但因体质关系卧床五个月，安胎针、抗凝血针都没少，还因子宫壁锁不全关系需动手术，一点风吹草动都让媒体相当紧张。她近期登上12月份 Milk X 封面，透露人生中做过最疯狂的事就是生小孩，但还是不改钢铁 V 性格，要大家 Never Say Never。 她向来秉持 Never Say Never 法则，相信没有学不会的技能，的确看他一路从工作到结婚生子都用尽全力，十五岁钢铁 V 的称号。出道26年，外表近乎冻龄的他，此次拍摄杂志依然带给人少女的气息，眼神中却多了为人母的坚强和温柔。他认为当母亲后最大的震撼和改变，就是了解到母爱的力量。表示 Delton 诞生后，让他开始放下坚持，开始舍得。时尚动新闻，相信 Delton 以后会很自豪，有如此坚毅又温柔的钢铁妈咪。报道。